我输啊，我惊一个，你知道？哎，那是顶年才发生的代志呢。你选啥？你选代表，乡民代表。发你的破卦书，那个该税等同于坐票，涉嫌等同于坐票，阿妈用看伊。所以这顶年的代志才发生呀。哎，这有可能呢，唔通想讲无可能呢？啊，过来大家想一个代志，想啥物？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呐、啊，这个政党吼、哦、是无所不用其极啦、啊，抹黑啦、抹黑啦、吼，什么有诶无诶啦、买票啦，当嘛来，比如我最近也买票了过来，啊，司法的手段甲你打压啦，对不？我们这司法的手段打压足多啦，所以啊，为了保护伊个政权呐、啊，伊所有不法的手段用出来，伊拢会为伊个手段甲正当化。我拢讲诶，会使啦。吼啊，你那民进党拢毒蛇猛兽啦，去之啊，任何手段都可以用啦，会变成安尼呢。所以啊，作票毋是无可能呢，嘛是有可能。啊，我要遮先甲大家拜托，开票迄一天，咱只要咧法律合法的范围内。大家手机也在，摄像机在，摄影机在，咱拢来监票，咱拢来监票。而且咧开票的时阵，咱入去看，咱嘛要监票。每一个人拢来做，咱志工来做咱义务的监票员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拜托吼，啊，杨烈，即马拼到遮吼，哇，会使讲是选情焦灼啦，输赢我看是几百票啊。所以咧股票啊，哦，讲股票无违法，我无怎啊中选会都甲恁讲啥物啊，袂使我袂讲。我伊逐日讲股票好嘛，我甲大家讲，啊股票啊差无偌济啦。所以要拜托大家啦，输赢无偌济啦。啊，伊上大个对手是啥人？你知道？一个叫做宋忠的啦，伊讲要守护中国。啊，咱呢，咱是保护台湾，所以咱护台对宋忠，咱护台一定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个宋忠，何去宋忠叫去中国宋忠啊？啊，咱来保护台湾啊！安尼好不好？所以在下面甲大家拜托吼。